说算了吧，这段我请啦，明天就从手机里删去你的号码。他送我回家，说想上来喝杯茶，我说家里还有一位80岁的老妈。他突然不说话，走得很潇洒，尽管一边后悔无期向往于天涯。好男人都死哪儿去了，死哪儿去了，好女人们问天问地没人回答，看看网上只有八卦没有童话，我的心里七上八下心乱如麻。好男人都死哪儿去了，死哪儿去了，好女人们排着长队出嫁，看看街上人来人往有点害怕，我心中的白马王子藏在哪儿啊。心里七上八下。